公元2110年1月1日，距离地球能源完全枯竭还有3650天。为了解决能源危机，人类制造了赛尔机器人和宇宙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，去寻找传说中神秘精灵看守的无尽能源。点燃生命的火种，穿梭在浩瀚的太空，追逐那神秘的力量，洒双影子蓝色旋风。英勇无畏的赛尔，智慧让我不可阻挡，精灵赐予我力量，心灵就是那战场。起飞吧英勇智慧的赛尔号，坚不可摧的力量，光芒闪耀，宇宙主宰，热血在燃烧。起飞吧英勇智慧的赛尔号，捍卫无限的荣耀，穿越星云点亮天空，奇迹在远方。赛尔先锋战斗小队被海盗佐格打伤，为了拯救队友和小米，小西依然顽强地与佐格战斗。关键时刻，小米突然暂时性的进化，并击败了佐格，赛尔先锋战斗小队得救了。第26集，次品大英雄。别跑，别跑，我要成为世界和平。救命啊！哼，我是宇宙最强战士。阿杰达，救命啊！卡鲁鲁他不知道怎么了，他哼，我最讨厌打打杀杀的了。会这样啊？在前面吗？啊！我是宇宙中最厉害的海盗！海盗？谁是海盗？嘿，大海盗！海盗博士，大家这是怎么了？我认为大家是中了一种病毒。病毒？不过不用担心，我不记得了。我13多年的儿子，你瘦了。对了，我还要去寻找你13多年的兄弟呀。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哼，当然有问题。二哥，这病毒真的有用吗？那当然，那些精英赛尔只要中了这个病毒，就会系统混乱，行为异常。趁现在，你们立即占领赛尔号。太好了，占领了赛尔号，我们又可以是宇宙霸主了。可是他们不会认出我们吧？绝对不会，除非……宇宙海盗来啦！耶！我就是那万中无一、人见人怕的海盗雷蒙士爷。海盗，看我的厉害！步步撞针出击！别打了，赛尔机器人是要讲文明的。大家好像都中病毒了。米卡，是海盗，海盗真的来了。好，我的手下来了，你们快点投降吧。我宇宙第一战士卡鲁鲁不会屈服。打打杀杀好无聊。怎么会这样，我是逃吧。没想到这么容易就侵入了赛尔号。老大一定会表扬我们的，快，我们潜入控制室夺取赛尔号。
这儿。我来试探一下他。喂，我问你，一加一等于几呀？等于二，对吧，小米？他好像真的没有中毒。不好，这一定是一个陷阱，我们快逃！我还会回来的。我还是赶紧逃吧。我的病毒只对高级的赛尔有效，那个没有事的一定是个次品。次品？病毒的毒效还剩下一个小时就要消失了，还不快去占领赛尔号？我们又来了，赛尔号！看来我只能回地球去了。哟，小西呀，你今天怎么有空联系老爸了？老爸，大家都中了病毒，海盗又打来了，我害怕，我准备回地球了。什么？你又回来？不行不行，老爸，你怎么了？小西呀，现在只有你能拯救赛尔号。老爸，就凭我，我只是个次品。小西，我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你根本就不是个次品。什么？当年我就是看你天赋异禀，眼冒灵光，才将你捡回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大家都中了病毒，只有你一个没有呢？对啊，你不但不是次品，你其实就是传说中万中无一、硕果仅存的赛尔精品机器人。快去吧，小西，维护宇宙和平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回赛尔号去。顺便记得问罗杰船长欠我的货款什么时候。嘿嘿，你千万别打了，你们别打了，大家要讲文明，懂礼貌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占领赛尔号啦，我是最强的海盗，打得萨尔们到处跑。我是最强的海盗，打得萨尔们到处跑。我是最强的海盗。又是你这个次品机器人，这次你们完蛋了。小素影，出来啊！嘟嘟嘟嘟嘟嘟，一个小不点儿，尼斯卡，出击！趁现在水流喷射啊！小豆芽，快闪开！噔噔噔噔噔！哎呦！你没事吧？噔噔！催眠粉！噔噔噔噔噔！噔噔！看我的！老杰特，亚克顿，看我的！呀！果然是个次品机器人。迪尔二哥说了，凡是没中病毒的都是次品机器人。其实我就是传说中万中无一、硕果仅存的赛尔精品机器人赛小西。
我的援军来了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包围？没错，我已经从周围的空间站叫了援军，你们完蛋了。他们有援军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快逃啊！我十三多年的儿子，你瘦了。小溪，我想起来了，这种病毒一点也不可怕，时间一到就会自动消失。派特博士，你好了，我已经赶走了海盗，是我哦。海盗，海盗在哪儿？看我的斩月双刀！阿铁达，可不可以文明一点啊？不可能，有我正义的雷蒙教官在，海盗是绝对不敢来塞尔号的。小溪，看来你病得很严重，得给你做一个全身检查。不，小溪的病毒还没有清除，快隔离。塞尔号大电影四，2014年暑假全国影院震撼上映。道光千里星际天空城，传来宇宙的星星，航向霹雳银河系，满载希望和理想，寻找奇幻神秘地，勇闯浩瀚无尽涛。